弄好了哈，上课。必须给他上课。对，必须给他上一课，狠狠上一课啊！蒜都吃完了，一盆的蒜都吃完了，我去。哎，你好，美女，再给我来一盘蒜呗，再给我来一盆蒜。Hello， 朋友们好，大胖。Hello， 我是猴哥。猴哥，今天带你去薅个羊毛哈，拳头一样大的生蚝，89一位，生蚝自助不限量哈，还有大虾啊，给老板上一个就好吧。好，没问题。活生生，活生生给老板上一个啊，走啊。不限量，不限量。多拿点，猴哥。对，一冰箱都是我们的。走，上课去。其实这台你迷惑了，迷惑了是吧？继续生蚝不限量，来。开灶。同学们，下锅。下锅就是了啊。嗯。帮着你一块下。给它摆的摆的好看点，摆的一排一排，这样烤得快。生蚝已经下锅烤了哈。这有清蒸的，有两种吃法。来吧，哎，帅哥，这个清蒸的再给我来塔呗。我得赶紧把这料加完哈，我哥吃上了不行了，诱惑到我了，好吃吗？我做我做。几十块钱自助餐能实现生蚝自由，能实现江大骨自由，还有大虾也能自由。我是江大骨。哎，我咋发现我今天帅了一点呢？是吧？每天你都帅了点。哎呀，江大骨。嗯。哇，感觉像是刚卤出来的一样啊，特别好吃。哇。而且肉超多，嗯，哇，你好，美女，江大骨再来一盘，再来一盘，啊，谢谢。这个生蚝熟了，真的，再烤下去就老了。来，猴哥先给它夹起来吧，给夹起来。蒜蓉放少了，不会，刚好，你信我，专业的，我告诉你，猴哥。熟一锅再放一锅，这样速度快一点。来，上课的节奏咱们得跟紧了啊，不要停下来。帅哥，给我们四双筷子呗。对，你想看一下我的手厉不厉害吗？好吃吗？带劲是吧？老带了，炒太烫了。嗯，老鲜了是吧？真鲜。我跟你说，这里边的汤是什么？对。特别鲜，嗯，我去，这个是生的，是，这个基本上没烤熟。谦哥来个，超好吃，来吧，慢慢吃，来，没事，嗯。完全是生的，也能生吃啊。好吃吧，超新鲜哦。你说今天是不是能把老板吃死？哈哈哈哈，
把老板吃哭晕在厕所呢吧。哦，这一口汤汁才绝了啊，这一口汤汁才绝了。哇啊，好好好，谢谢，给他们一人一个吧。我告诉你哈，这一盘呀，好东西，保持生的是吧？你再烤一下，这个也是生的，这个熟了，这个熟了，这个熟了，你就觉得生我来。就这个烤的速度哈，压根不够咱俩吃，真的。嗯，太爽了，咱俩分开吧，一人一个桌，两个桌吃不过来的哈，根本烤不过来，已经吃完了，这个还没熟，又烤好了一锅了哈，好艰难啊，去下锅给它排好了，弄好了哈，上课，必须给他。对，必须给他上一课，狠狠上一课啊！哇，老铁们，吃的时候你要拌上，再找个壳，哎，上面垫着。这么快就掌握技巧了？哇，这个生蚝个头是真的没话说。哦，这口生蚝的补汤。几十块钱自助餐，你想咋吃都吃回本，真的，随便吃吃回本。像这么大个生蚝，你在外面起码不得六块钱一个是吧？哇，嗯，嗯，这里边汤汁绝了，这河水啊。啊，这么大的生蚝，估计收盐能到四个，最多了啊，四十多人。你说，这四个就二十，这四个二十，这一盘就一百了，这一盘一百了，你像我们那儿喝这一盘就一百。这个生蚝是真不小，你看一下哎，真的特别大，哇。嗯，这汤绝了，鲜，哇，真的鲜，今天咱们也不用多，就当它一块钱一个，行不行？对，漏它。哇，太爽了。又吃完了，这抢你吃一个，嗯，好真太香，太美好，真的美啊这，你看，两盘又吃完了，这烟都还没冒呢，呢，咱们的速度稍微有点快了。霍哥又好了一盘，来拍照啊！嗯，为什么吃这个生蚝哈，永远吃不饱，你知道吧？因为吃完一盘，等这个得等个十分钟，又饿了，你知道吧？而汤汁特别好喝，哇，超鲜哈！哎呦，好。说话会影响进度是吧？哦，哇，这个超大哎，
好多。哇、哦，太棒了！哎、哦、呦，哇、哦，蒜都吃完了，一盆的蒜都吃完了，我去。哎，你好，美女，再给我来一盘蒜呗，再给我来一盆蒜。蒜吃没了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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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。哇！他先动的手。好，又来一盆蒜哈。我去。你这玩意儿吃东西真不怕怕烫啊！我的，嗯，烤的五花肉也好吃，嗯，里面还没个味儿，啊，原味儿，嗯，烤五花，嗯，真香。我吃点水果、啊。嗯，嗯，真好。嗯，这么等不及吗？还烫着了，大哥。哎呦我去！不吃吧还好点，一吃吧，饿了。停一会儿再吃更饿。满满的，堆满了都。嗯。嗯。哇。真鲜味。嗯，老爽了，我就。好啊，老得劲了，好啊，走。这是哪点的？那哪点啊？肯定不够啊。这个就是给自创老板上一个哈，一大路吃完了不够，再吃点饺子，生蚝不够，饺子来凑啊。嗯，嗯，啊，来，哦，哦，嗯。哇、哦，这汤真的，那不要吃吗？好点吧。这个馒头看着好，烤吧，来吧。我现在越吃啊，肚子越凉。啊，越是肚子越空。哦。太烫了。真鲜的啊、哦！哇呀，嗯，这个绝对吃完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期视频拍到这里了哈。喜欢大胖视频的，喜欢猴哥的，记得留言关注啊！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牛腩排哈，这个也是398一份哈，哇，是不是好得劲啊？我去，嗯，嗯 h e l
喽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大胖，一个让自助餐老板瑟瑟发抖的男人就是我啊。今天我们在济南啊，粉丝推荐有一家600块钱的和牛自助哈，还有海鲜什么都不限量，走，大胖已经到了哈，给老板上一课走。一个人，这个茅台是可以随便喝的吗？哎，不是吧？看的，看的是吧？哈，哦，我以为598一位。就茅台可以随便喝呢，咱们已经进来了哈，那个门口放的一排排的全是茅台，知道吗？我以为可以喝的呢。哦，你好，我看一下。啊，咱们是598一位是吧？对，598号。哦。哦，还有998的呀？对。998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吗？998的，咱味菜会多一些，选项也会多一些，然后咱的肉的品质还有598是有区别。限量一份的和牛一号，然后再一个冰糖养颜燕窝，这个就是二选一的是吧？这个前菜不要给我上了哈，我不吃。这个前菜不需要了。不需要前菜。啊，我直接就干点实实在在的，前菜要来干嘛是不是？这个牡丹虾是有是吧？知道是吧？有。啊，它是限量吗？牡丹虾？这个不限量。不限量是吧？那给我来十只吧，这个。哇，等了一会儿菜品终于上来了哈，这个是每人限量一份的燕窝啊，第一口必须粉丝先吃。这个听说是他们这边自己熬制的燕窝，嗯，哇，非常丝滑，冰冰凉凉，特别好喝，嗯，而且甜度刚刚好，嗯。而且刚才小姐姐还特别说，这个不是网红燕窝，这个是实实在在的燕窝，这个是每人限量一份的 M9 的和牛啊，限量一份。你看这个纹路，哎呀我去，是不是没毛病哈、啊？下锅烫，这个只需要烫个4-5秒、5-6秒哈、啊、就可以，还得微微的颜色，这样吃最好吃。我的蘸酱就是辣椒油跟那个一些醋啊，什么一些小米辣什么的哈，很简单的一些蘸酱，但吃起来会很好吃。嗯，哇，哇，非常棒，真的。哎呦，这个是甄选和牛小排啊，来下锅煮了。这边的牛肉看上去都非常不错啊，你们看一下，哎，这个纹路哈，没毛病吧？下锅。哇哦！对。所以说这个蘸酱配上这个肥牛，哎呀，嗯，不错，是和牛啊，特别香。嗯。对啊，他这边蘸酱有一个特色哈、啊，就是他那个蒜米是炸过的，啊，不是生蒜米，所以说我这个蘸酱又增加了一个层次。哇，来，你看，哇，是不是好得劲啊？我去，嗯。这也下锅了啊，一盘一夹子直接下了，豪放派吃自助餐啊，嗯，哇，太棒了，哦，哎呦。哇，这个是什么牛肉？哎，看下锅，他这边牛肉摆盘都特别漂亮，你看，哦，这个那个和牛小排这个很不错，再给我小排啊，再给我来两份呗，来两份这个，然后那两个肉呢？那两个肉等会儿来，你先来那个和牛小排非常不错。好的，那我下两份哈。
一会儿把被单拿过去看，都是无限量的，对不对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这个蘸酱都被我吃完了，我的天哪，太香了！这是一盘素菜啊，这个应该是松茸，松茸给它下了，我的火好像灭了，它自己灭的。哎，这个是黑鸡粽是吧？那个对，那个松茸片，还有绣球菌，还有鸡粽菌。然后我这个帮你梳一下吧。好的好的好的，我的和牛小排又来了哈。他这一份和牛小排上面标价就要300多块钱，好，咱们多吃几份。哎呀，直接下锅了啊！好了，好了，然后再看，上次不要这个餐厅是属于那种比较高档类型的哈，来这边吃饭的人都比较文质彬彬，不像大胖呱呱呱的。然后以后你们来这边吃饭，别提我名字啊，我怕给你丢人。这个牛肉千万不要烫太久哈，烫久了就不嫩了，不好吃了啊。我又重新调了一份这个蘸酱，哎呀，特别嫩，哎呀妈呀！哇，巨棒！给我吧，帅哥。哇，这也是牛小排吗？牛腩排是吧？哦，我看这纹路特别不错。哇，来，牛腩排哈，这个也是398一份啊。主要是什么？他这边服务其实挺好，大白。就是态度啊，不管是什么都挺好，用餐用的特别愉快。那人一旦愉快呢，吃的东西就特别多哈，所以不好意思了。哇，特别棒，哎呦，哇，这个牛肉哈，入嘴就化，你知道吧？特别嫩，很好吃。你好，我的肉可以快一点吗？这个叫臀肉是吧？啊，就是屁股上那堆肉，是吧？下锅了哈。他这边上菜的特别精细哈，每一盘每一份哈，就这么一大盘上来。啊，你看，呀，下锅了哈，就一次性下的那种。牛臀肉好了啊，也还是很嫩的哈。哇，这个牛臀肉的肉质会比较柴一点，比较老啊。饭很好吃。
地方。哇！海总，哇！让你看一下，这个是牛嫩筋啊，全给下。哇！我说东青班怎么还不来？大胖超喜欢的牡丹虾，哇！哎，本来要了十只，他现在才上六只，先吃的吧哈，吃完再说。个头呢非常的大啊，而且非常新鲜，看到没？啊！第一口必须粉丝先吃啊，来，哇，特别新鲜，特别甜，配上我这个蘸酱更加无敌，真的太棒了。而且它这个牡丹虾哈，跟我以往在其他自助餐吃的要个头要大一点点。特别好吃，你好，人不在，超级棒，这木兰香，我感觉光吃牡丹虾我都能回本，真的。这个是一条东星斑哈，还有一个生蚝。这一份东星斑单品的价格就卖到900多块钱一份，你知道吧？呀，哎，你看这个生蚝，哦，超大这个生蚝，下锅煮了哦。呀，还有这个带黄的扇贝肉，来下进去。还有一只黑虎虾。啊，虾线的去好的黑虎虾，从白天吃到晚上啊，这烫好的东星斑啊，哇，特别新鲜，哎呦，全部给它下锅煮了啊，尝一下这个限量一只的黑虎虾啊，肉质很紧实，大生蚝，哇，在济南的第一顿饭吃的特别爽哈，不枉大胖开车500-600公里过来，真的太辛苦了，满足。好，朋友们，这期视频给你拍到这里了哈。喜欢大胖视频的，记得留言关注啊。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